铲屎官，铲屎官，你在忙吗？嗯，宝贝，怎么了？天气有点热，我想洗澡了。我今天有点忙，明天才送你去洗澡，好吗？嗯，那好吧。铲屎官，说好的今天带我去洗澡呢？抱歉，主子，我忘记预约了。你怎么可以忘记呢？讨厌，森七七。已经好几天了，我都快发臭了。到底何时才要带我去剪毛洗澡啊？主子，你怎么了？你不用理我了，让我臭死算了。本喵已经生无可恋了。你臭你臭啊！不行，先下开。这念头有点上头。你这个不可靠的铲屎官，等你带我去洗澡，等到天荒地老。我还是用JoJo Pets自己安排好了。JoJo Pets 是一个很方便的 app， 它是一个专门为毛孩子提供再送的服务，就像你们人类的 Grab Car 一样，方便主人们在忙碌的时候帮忙再送宠物去看兽医，或者是去剪毛、美容、洗澡。每家宠物店的服务内容都会清楚列出，让大家方便选择，而且价格统一公道。系统会根据你所在的区域搜寻出离你最近的宠物店或兽医诊疗所。合作的宠物店和兽医诊疗所有上百家，遍布全雪龙区域。怎么使用JoJo Pets 服务？下载JoJo Pets App 并注册个人信息，选择你喜欢的店家，还有填上再送的地址，选择要做的宠物美容选项，然后点击 Next， 你就会看见宠物美容服务价钱还有再送的费用会清楚地陈列出来。确认好信息无误，就可以下单等司机来了。耶，我的噗噗车来了。负责再送的都是对毛孩子很有爱心和驾驶经验丰富又安全的司机哦。车子里的环境舒适又干净，每天都会消毒好几次，以保障毛孩子的安全和健康。车里还准备了各种舒服的座位，任君选择，非常贴心的服务。司机大哥，我的主子肥肥就交给你了，主子好好的享受你的美容 SPA 吧，拜拜。 A few moments later， 恭迎主子回宫了。司机开车平稳安全，主子阿肥表示满意，而且服务一级棒，深得阿肥的欢心，五星好评。做完美容 SPA 的阿肥干净又香喷喷的，可爱的我又要被逼出来营业卖萌了。JoJo Pets 使用方法简单又安全，非常推荐给工作忙碌或者没有交通的人使用。有了JoJo Pets 就不用担心主子们的美容预约或者看医生打针会被耽搁了，只需几个简单步骤，马上帮你把宠物快速安全送达目的地。JoJo Pets 您专业的宠物 Taxi App， 不管任何时间或地点都能为您服务。